今行くから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哈姆哈德，来玩这一款《最后的英雄》动作射击游戏。好，射击游戏，射击游戏很多啊，每天都会玩一下。早没玩过，我来玩一下。好，先射一下摇杆。声音的话，哦，有音乐了。好。这个又是上帝视角的射击游戏，目前好像没有中文哦。不过射击游戏应该没差吧？我为什么我们会是爆炸啊？那个到底是我们的 buff 还是？所以我们是打异形生物哦。哦，这些奇怪的异形生物。而且还会抓我们，帮我们抓到流血。啊，这边有这个补血的。好，出现都割了，我也看不懂啦，什么毒是不是？我也不晓得。然后我们这个是紫色的，好像是丢一个那个叫什么东西呀、啊？我也不知道那叫什么东西耶、欸。就是有一些抗议的时候，不都丢了汽油弹啊？汽油弹，就瓶子里面装汽油，然后带一个火那个布，然后点火，然后丢过去，它就嘣，然后就有地上就有那个火焰这样。那这是暴击吧？哦，暴击率是不是？那这好像又是毒欸。然后这个是我们刚刚的那个已经升过了嘛，虽然已经有一颗星。我们继续升一下，让那个技能更强。所以这个有点闯关，又有点漏歌啦，就是会一直在这个关卡打，然后就过了，然后我们就闯关这样。其实还是有点像不是持续闯关的玩法，就是把这边的怪清掉之后往下一个关卡。然后这是我们目前的一些强化的部分吧，然后还有拿到的一些经验值啊、金币啊。然后设定音乐音效，这是画质吧。然后语言的话，应该是没有中文啦。我们就用国际语言、通用语言、英文，反正也看得懂。看不懂就拿出你的手机来翻译一下。现在那个翻译功能那么方便，对不对？窝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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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反正我觉得。这种不像是那一种 IO 系列啦，就是生存系列的肉鸽割草生存，这种比较不像，那种比较像是以前那种弓箭传说有没有？然后去结合 roguelike 啊，然后闯关这样，然后敌人是会一直包围出来。弓箭传说那一种就是敌人就是固定的嘛，然后他可以开一些箱子有没有？在这边利用地形然后补血啊。我们加速有没有？敌人好多啊！上面这个进度条，不是这个进度条，应该是我们的经验值。这个应该是回血吧？嗯，来个赌吧。我们那个汽油弹一次丢三发哦，两三发哎、欸。这个问题就是比较不能确定说。这个怪什么时候会清掉、啊？啊，过了过了，我回学校了。没有什么音乐，就是一个节奏一个音乐这样。目前都在打一些奇怪的异形生物，不是那种丧尸的，也不是那种军武的啊，跟军人对抗啊。跟不同势力对抗，你可以偷袭他们，在他们还没过来的时候先偷袭他们，适时的补血，吃一些补给品。我们攻击范围好像变多了、欸，因为我攻击范围好像变大了。
敌人的移动速度还算快，但是能给他们跑的追。这什么东西啊？直接把他们灭了。然后可以绕圈圈，有没有？他们不会包围你，他们只会依照你刚刚跑的路线，有没有这样包过来？所以你还是可以把他们赢过来。所以他们只会一直跟着你的那个路线前进啊。大家懂我意思的，就是你看我走哪边，他要走哪边。这个敌人就比较笨，他不会去抄近路。哇，炮塔、欸！炮塔竟然是奇怪的鹿头、哦，还是蛇头，还是龙头啊？啊，不行啊，我快死啦，太危险啦，这个游戏，这游戏有点难啦、啊。这个是冻结是不是？好像冰冻。有那个远程一直偷射我、啊，我一个不小心就被他们打死了。苟延残喘一下，苟延残喘啊！太难了，太难，太难，太难了！好，失败。回到我们的基地啊，基地，升级一下我们天赋吧，可能是攻击力什么的。然后这边有商店。好，今天是2月19啊，礼拜一上班日，然后过年应该都结束了啦，再来可能游戏又开始活络起来了吧，就是比较能玩到啦，这边应该是不行的，这边要等级2。好，这边有东西耶，这是我们仓库，哦，我们的那个装备。我现在是穿这个美式足球的装备啊，这个帽子还有这个肩甲，然后这是要去闯关是不是啊？这什么东西啊？锁起来了，这个是我的金库哦。金矿哦 ，Gold Mine 哦 ，Gold Mine， 然后这是宝石农场，是不是 Gem Farm？ 我不知道 ，Gem 不是宝石吗？然后这是 Daily 什么的，我们的记录吗？这边应该是要闯关吧？我研究一下还有没有其他地方，这是任务吧？是不是 Quest？然后商店进不去，都锁起来了。只有这个 upgrade 目前是开的。然后这个我们这个也是开的。目前英雄就这一只啊。哦，很多都还没有开嘛。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商城，有看广告。这一种应该就没有强制广告了啦。啊，这个 hospital 啊，这医院，啊，这 bio lab 什么什么实验室的 bio lab， 然后这个工厂 factory， 然后这是什么 house 的 warehouse 哦 ，downtown data center， 好。什么基地的？那我们现在应该是要玩医院啊，会消耗5个这个，可能是体力、啊。刚刚那一关嘛，然后我不是死掉了吗？哦，速度变快了。一样汽油弹。哎呦，没了没了没了，速度没了。我
我先把这个升满吧。我又不知不觉受伤了，补血，补一下血。你这是哈斯皮头吗？没有啊，我感觉不到是哈斯皮头啊。加暴击吧。好，开始进入医院了。刚刚是在医院外面，然后我们进了医院。没错，没错，这边有病床。你这样说确实是啦，确实是医院啦。这边我刚刚都过过，只是我现在火力更强大嘛，因为我换了武器，然后又把我的武器稍微升级，然后还有我的那个基础的属性也有提升。像这种射击游戏，就是国外的这种射击游戏都不会太差，玩起来那些手感啊什么的，都有一定的水准啊。现在比较纳闷的是，资源都被我吃完了，人家怎么补血？所以我要留一点血来刺激啊，直接 buff， 有没有 buff？ 我的活力已经够了，不用说一直躲了。不像刚刚要一直躲。哎哎哎，我怎么受伤了？啊，我怎么卡住了？是谁？有人一直在偷射我啊！有人在偷射我啊！但是他就不去射他，他都先射那些小兵。就你啊，一直偷射我。然后你看他咪选的时候突然卡住我，刚好像也是因为这样受很多伤吧。这个远程的太强了，还会回血、欸，怎么回事？啊，过了过了过了，这只没有打到，他就让我过。这个刺一下。你看这边有个倒计时啊，加防御吗？有的是跑很快，一些 buff 有没有？欸，这张地图我刚没有打到嘛，因为我刚输了，刚在上一张地图输了。哦，这些 buff 啊，危险的时候可以吃啊。哦，我用那个远程偷打我了。不要再偷打我了，你这些远程的怪怪怪怪怪怪怪！我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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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因为那个我想过去，可能他不会去打他们，而且这些小蜘蛛跑得有够快的，小蜘蛛跑比我快，太刺激了！这游戏太刺激了，这绝对比一般的斗哥还要难。一般斗哥没有地形啊，就一直跑就好了。这个你还要兼顾地形，你看要把那个远程打掉，不然实在太危险了。你看我被包围，这个地形很难躲，然后你被自己卡死了，然后就死掉了。哦，就是我说的状况，就卡住了嘛，哦，被打到了吗？这也太危险了，我要离开这里了。扛着伤啊，我要离开这里。那个地形太危险了，我撑不住了，我撑不住了。我都只能、哦、卡住我，就是那一瞬间，我的移动是卡死的，他不让我移动。这个游戏太难了，太难了，不适合一般休闲人想玩。Give up。 好，想要挑战的人再玩这一款吧，因为真的有点难。好，随着我们这个应该会解锁一些功能的吧。他一开始给的金币还蛮多的啦。我们几级了啊？哦，不行的，五级。对，我五级。
好，这开了，这开了。哦，不，这是我们那个主线的、啊。这是不是放置收益啊？是。嗯，哎、欸，这个开了，这个、开了。就是一些其他玩法吧。没有钥匙。应该是没钥匙啦。哦，没有钥匙。然后这个宝石，这个也开了，应该还是没钥匙。那应该是副本刷金币还有刷宝石的，刷金币刷宝石的副本。然后任务，这个还没开，这个什么 bank 的银行，啊，这个还没开，他没有说什么时候开啦，就一直玩，他就会开了。啊，哦、我要输入 ID 哦，算了吧。好，那我们就玩到这边咯，我是汉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订阅、点赞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期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